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最近啊，鸿海的股价大涨，最主要的是母以子为贵。鸿海底下的工业富联，这是在大陆 A 股上市的公司，它主要是做 AI 伺服器，它的市值达到了这个 1.5 兆这个人民币啊，这个 1.5 兆元台币啊，大概超过500亿美金，超越母公司鸿海。那鸿海真的是大赢家。鸿海呢主要做伺服器，它的2020年营收1兆元，那 AI 的营收占这个20%，也就是2000亿啊，所以我们现在 AI ChatGPT 那么的红，那当然伺服器也是这个红的不得了。那工业富联呢，以这个云端伺服器这个作为一个它主要业务发展。